跨越天际的彩虹，指引我们。那是钟声。哎呀，你们可要小心啊，那可是创世神降下天罚的倒计时，如果钟声敲满七次，你们猜得到后果吧？看来要抓紧时间了。很快我的声音就传不到那边了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们喽。那只鸟是锁的防御机制吗？格雷修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苏。不在这里，在正上方，躲在云层之后。果然，眼前和我们交战的仍不是锁的本体，速战速决吧。嗯，我也会提供支援。好机会，看我的。有破绽，交给我吧。好机会，看我的。
我吧。花种在吸收能量，要尽快解决。作弊，涂抹星空。无即是规则。这种颜色，花姐姐小心。虽然这只是从量子之海中探出的触手，但毫无疑问是缩本体的一部分。正合我意，我们在这里终结他。凡夫忘记，和圣物的颜色相同，这是轮回的力量。的确是个棘手的对手。外道神龙，直接用能量凝结造物吗？还真是全能啊。三场假我，时钟落下来了，不太对劲，花姐姐快阻止他。法身大，花姐姐时钟在加速，这也是那家伙的全能吗？糟糕，倒计时要来不及了。毁死生，娑婆世界。哎，我可真是的，结果还是忍不住来帮忙了嘛。我尊敬的创世神呢？你该不会以为，在投影的世界中，只有你有这个全能吧？下我们就两清了，大姐姐交给我们吧。你们的决议我收下了，无上无下，无上之光。哎呀，贝塔为了帮助我们自身却消散了，看来他跟梭之剑的确有不小的仇恨，但他可不像是会自我牺牲的人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，还是先应对眼前的战斗吧。时钟被击破了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。失去了时钟，但加速的能力还在，这种程度的攻击可无法阻挡我们。雷修，群星陨落，五行相生，分时化育。去破绽，交给我吧。去破绽，交给我吧。
人上之光。有扩展，交给我吧。格雷修，群星陨落，最后一击。培育法则，播种文明，贯穿虚空。花姐姐，我来保护你。该结束了，开启南飞，吞没生海。与此长眠，灭尽妙离，方明本纪。想跑吗？很可惜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小心，要闭上眼睛哦。中烟的裁决，于此落定。